浪漫的邂逅，多梦幻的场景啊！暗无惧，九子立呢？是我，我是你画的白素姬。怎么会能看这种脑残的画？你不认识他，撒谎要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。你的世界只有幼稚、白痴、无脑，不需要你多管事。你给我出去！就算这个世界没有你，我也永远不会喜欢你。一个不喜欢我的男生，不愧是作者，果然特别。我的未婚夫可是夏奈四大家族之一纪甲，他是我的真命天子。白素姬，你要带她去哪儿？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？你用什么身份阻止我？女人总是爱口是心非。我只喜欢我自己的故事。我的心脏与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。我的心脏与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当你动心的瞬间，你会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女人，你挑起的火，自己怎么灭？我不会。什么火？着火的火。